这是拳击还是撕名牌啊？什么呀？打起来，打起来！找时机啊！抓手，抓手，抓手！抛手，抛手！跳跳！哇！跳跳！哇！有帅到，哇！真的帅。 差一点点，表演也没演摸到，0.1秒，这一段剪掉，不要播。没有用，张天救我，张天，我已经掂掂这个女人的掼蛋，掼蛋算吗？不是那个卡牌，啊，我会那个英雄联盟里面的卡牌，中单。 很强，球星啊，球星啊，球星啊，NBA，有没有詹姆斯？弟弟哥，有王哥弟弟。哇，这个给我收版权费了吗？可以。我的，这是一帮真的球星卡里面出了一个盗版的人。我的里面是小兵儿。<笑>你把你那 slogan 再说一遍。哎呀，这都过这么久了，实在不好意思提。我是那个在 NBA 21分钟拿了18分中国纪录保持者王哥弟。实在不好意思了，来啊，next，哎呀，这个少见的这个，牛记，108张，这个可少见，这是你的童年，我的童年，好像不一样。看一下，我没见过，好年轻啊！我还有个三星的呢，记得这个画面吗？他被撕了，拜你所赐的画面。小迷你，动手。为什么呀？记得这个画面吗？ 我镜头太多了，区区一个镜头，我怎么会记得呢？行，你看，我们俩现在过来就是单独的一个镜头。<笑>哎，你今天的出场方式不应该是那个吗？那个？这是可以的吗？不知道呀，偷懒。今天一共所有人能获得的卡。 出张数是一样的吗？一样的，每个人手里最多只有3张牌。哦，对对对，今天只集卡不撕名牌。不，得撕，得撕。我好不容易来一趟，得撕。弟弟，你看一下前面有个东西。爷，我发现了什么？ 今天你有独自获胜的方法，那现在给他打个电话是吧？喂，你好，你好 ，Hello， 你好，你好，弟弟，等你很久了，快说，因为你已经是第3次来我们节目了，可不咋的，之前都会因为一些偷袭或者是无意当中把你的名牌撕掉，我们为此都感到非常的遗憾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所以今天特别为你设计了隐藏任务，你将有可能独自获得胜利。你快说，快说，我要干什么？有一个箱子是为你准备的。 哦，我这上车净玩手机了，啥也没看呢。哎，哇，4张金卡，这就是今天的奖品。然后呢？从现在开始，你有一个神秘的代号 X， 好 X， 在开场发布的4种集卡目标，对你来说现在已经无效了。啊？我刚刚那儿一顿分析呢，现在无效了。在箱子里有你隐藏的任务卡，找到了。 这 X 的隐藏获胜法，尽快集齐3张包含自己的卡牌，即可在最终环节开展秘密行动。你要尽可能在其他人完成这些目标之前，完成你自己的任务，那你就可能赢取今天的奖品。所以就是我要第一个完成了，那你的奖品就会少一份。 所以我现在第一个任务就是集齐3张有我的卡片。我现在已经有1张我自己的卡了，还要凑2张我自己的卡。
因为我们知道以一敌八是很难的，所以你可以在兄弟团的其他成员当中选择一人成为你的帮手。选择的办法就是在接下来的录制过程中，第一个在镜头前撕掉你名牌的人就是你的帮手。所以我都选中谁让他给我撕一下。对，千万要不着痕迹，不要引起别人的怀疑。明白，期待你的表现。好嘞。OK， 放心吧。帮手要找谁呢？帮手，哎，就很纠结。接下来，我们将在这个地方挑战今天的第一项任务。面对疾风吧，阿萨克，霍里亚克冲。下一位选手，我挑战。三十，加油，拳拳。Give me five。范丞丞第一次挑战30米，请准备。去了，冲！好，拼一下。奶呢？奶还没放呢。皮迪，没有奶，干嘛呢？笑死了。没有奶，试一次。你就是不想让我好过，我发现了。我跟你说，姚皮迪的素材全靠你了。再来一次。范丞丞第一次挑战30米，请准备。加油！哎，有希望。好，往哪儿？快！不准在这吹！完了！不准在这吹！去哪儿？哇！哥！哥！哇！哥！哥！坐会坐会，我觉得那下没必要硬挤进去，何必呢？好累，王鹤棣你行不行啊？王鹤棣在 NBA 多少秒拿了18分的人，34米都拿不了吗？我来吧，来一个，加油加油，我来吧，三四。原来你给到我。那如果等一下就234，那你就必须要选三四。34.5。跳这个太重要了。对。这个呢，你必须得不降速度的跳才行啊。对。这个呢，你必须得不降速度。加油！压力拉闷了。冲啊！有机会，来了。游泳，小心，可以，快。好了，他抓那儿抓了两下，快回来，快，关门了，哇！哎，差一点儿，你就中间弟没第一下没抓着，对你第一下没抓着，对，损失了起码一秒多，哎，缓口气。你举着吧，好拿一点，我怕你掉下去。36米。嗯，甘佐，给我一个副职位干行吗？哎，你去帮忙清理那个海绵球。把你的衣服给我。他也有衣服。升官都成裁判了。显眼包。把那个泡沫帮忙再往这放一点，船长，谢谢。哈哈。
范丞丞，从今天开始我是你的忠实粉，我来了啊！立马，你拼一下，拼一下。王鹤棣，你跟我是同类型的艺人，你接受吧？别紧了吧，就这样吧。为了证明一下，也要跟范丞丞刚一把。跟我刚一把有什么可跟我刚的？我一米都没有的人。你多少成绩？零都没上榜。我来吧，就这一次了，反正。去吧。36。36米真的没有这个距离，只能有人形。你只能在那儿举着。安慕希脱台。尽快集齐3张包含自己的卡牌，即可在最终环节开展秘密行动。所以这是我要第一个完成的。聪明，快快回来！有戏，可以，这可以，这可以。哇！好聪明，快回来！可以，可以，这可以。咱俩不是同类型的艺人了。好，他要挑战37米了。啊，不，我不行，我放弃挑战，没有用，没有用，没有用。他选谁的了？你选谁的了？海哥。他选郑恺的了。所以我现在第一个任务就是集齐3张有我的卡片。我现在已经有1张我自己的卡了，还要凑2张我自己的卡。我的对手在干什么？还有一个戴了个泳帽。我的对手为什么有作弊工具啊？你在干嘛呀？我只能说，作为咱们这个奥运主题的傅园慧来了。傅园慧，我真服了。救命啊！傅园慧不就是？来吗？来，来吧。王鹤棣那儿有黑色吗？有。哎呀，给他来黑的，给他涂成和泳帽一样的颜色。你要什么颜色吗？那都黑色吧，咱俩。行，可以。Black， 不 black。给我多来一点，给我多来一点。哇哦，哟，哎我的妈呀！哎呦我的妈！姐，我跟你说吧，这将是你这一趴最后一次有脸的镜头了。标题我已经给你们想好了，叫范丞丞黑脸。范丞丞王鹤棣玩游戏黑脸。范丞丞王鹤棣路跑男黑脸。傅园慧黑脸。OK。还有正式开战之前的礼仪。哇！王鹤棣得一分，你这太过分了！救命！好，继续。没想到还有下功拳，原来是你俩呀！
哦，他会嫌你。哎呦我去！等会儿，他踹我，他踹我！这人范丞丞这脸，范丞丞脖子都黑透了，本来脖子就长，到现在直接一点。目前3-0，请继续。3-0了，怎么得得一分吧？打泰拳了。我现在有点无法直视他，我现在容易笑场。好灵活，脖子好长啊。我看着他，我看太想笑场了。偷感好重，纯真哥偷感好重，真的。哦哦哦，4-1了，怎么回事啊？范丞丞，你不会让王鹤棣这么干干净净的吧？太干净了，我不会录完这一趴回去不用卸妆吧？我可以直接录下一趴。丞丞，你的牙好白，你不要笑，我求你。我一会儿全给你涂黑，好不好？嗯，就是我全给你涂黑。来吧，他挑衅你，他挑衅你，侮辱了啊！侮辱？怎么还防心？哦！十二。来，结束了，我们要开始创作了。怕了傅园慧了吗？哇！哈哈！哇！哎呀呀！哎呀呀！哎呀呀！黑的不一样了，不黑了。来来，咱俩就是互相涂。他给我一眼蒙住了。这儿。你感觉你被墨鱼攻击了？哎呦我的天哪！他是谁呀、啊？倒是挺作，他俩。那我的天！哎呦我的天哪！来洗脸的吗？是。我的妈呀！哎呦喂！谁能显眼的过你俩吧？就说。是谁？哎，你现在显得脸特别小。我现在啥样啊？你现在感觉被炸了。我也挺恐怖的，我好像戴了一个什么面具一样。你像那个柯南里面那个黑黑影子人。我就你现在最像那个。我怎么老觉得你们在后面憋坏了？他等着你张嘴那一瞬间呢。你还可以吹，你一张都没有翻。28。他又第一了。哎呀，怎么我又第一了呀？不合适吧，我一个飞行嘉宾。真嚣张啊！王鹤棣和晨儿哥，你们现在来挑选一下你们想要查看的成员是谁，并决定是否交换。我纠结一下，我现在第一个任务就是集齐3张有我的卡片。我还是看凯哥的吧。我的牌很香啊，看来。你有我需要的，你有我需要的。看来你要赢了。现在是3个，已经
完成了我的任务，集卡任务。现在就请悄悄前往秘密花园，在那里你们会知道最终要完成的任务是什么。走吧，在哪儿啊？在哪儿啊？秘密花园，这里面。今天的竞赛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，在四个获胜目标之外存在 X 的隐藏获胜法，任务卡就在桌子上。 X 的任务是要撕掉所有成员，首先要集齐有王和弟的三张牌，去 X 兑换处进行兑换，去换手套。在过程当中，只有戴着手套去撕掉别人的名牌，别人才会淘汰。那就是比如说我右手戴了左手没戴，但是我用左手撕的那也可以啊，也行啊。对，但是你揣兜里面，戴揣兜里面。特别要提醒，在用你的三张卡牌去 X 处进行兑换的同时，淘汰你们的方式也会公布。没错，我就是你。站点在哪儿啊？我现在比较急，把手套先送。好，找到了。裤子没有兜，只有屁股兜，但这样不会很奇怪吗？戴上了。我现在得去找一找其他人。我在这儿，唐哥和雨欣在那儿。我刚刚，唐哥他就是跟凯哥在一起。What？ 谁呀、啊？范丞丞。范丞丞，范丞丞。为什么？真的是我吧？他刚刚对你干啥了？他对我没干什么。我真的什么都没干。你问宋雨琦。你还没换吗？你现在我没换，我换不了，我没凑齐，我也没凑齐，我还是这几张牌，一样的，都是，我不，都是，X， 没有没有没有，我都顾着呢。哦啊，你要谁？你要谁？我要合照，我可以给你看。我不是 X 吗？我 X， 我不早下手刚刚。我真信你了，我真信你，但是你不能搞我，我觉得。你放心，你放心。看看看看看，我就这个，换这个。你撕了？那我要这张有什么用呢？这张牌就是他要的牌。那我可以直接去提交了，是吧？你可以去提交了。谢谢陈正哥，哥没骗你吧？我抱一下，你不撕我哈？真不撕。我现在撕你没用，我怕。我没用，但你别撕我。啊，哥，那你能让我看一下你的牌吗？你要王鹤棣的吗？其实我有点想要王鹤棣。哪张？这一张。两星。嗯。两星。你有他三星。原来真在你手里。开玩笑，你刚才看到了没有？但是我知道三星在哪儿。在哪儿？
我又不能告诉你。你这样，你先把这二星给我，我带你去找三星。你确定？我确定，我真带你去找三星，我知道在哪儿。OK， 先把这张二星给我嘛。那我给你换一张这个先。行。然后王帝的三星呢？王帝的三星，王帝三星在你手里。遥远的天边。是不是？你真是个字。怎么说？是他吗，全哥？啊？这小子！各位同学请注意，凌晨二号，凌晨二号，凌晨二号，我得找个牌子。撕过我名牌的人只有一个，就是范长正，就是范长正。如果是撕名牌 out 的话，唯一一个撕过我名牌的人。雷晨 out。 咋的？神秘任务？这是一封神秘人 X 给你的亲笔信，请你查。搞什么？一起云版答案，我在秘密花园等你，我的好兄弟川星。就这儿，我来看看我的好兄弟到底是谁。天哪，你居然有身份！我知道了吧？被我收编了吧？怎么说？白捞？跟着我干票大的。怎么说？我也不知道怎么说，听他的。由于你是今天第一个在录制过程中撕掉他名牌的人，所以你成为了他的帮手。是不是得找一个撕名牌实力强劲点的人？比如什么凯哥呀、陈哥呀。但是我觉得跟陈哥配合的话，我觉得会更默契一些。我又可以换人牌了，光撕眼，光撕名牌上眼。好的。举个例子。黑化，黑化，彻底黑化。耶！哦，我帮你抹那个。Oh my god！ 没有，你说够不够意思？太够意思。上次你卧底的时候那么等我，我这次让你当我队友，你就说我这格局打没打开？哥们太大了。X 与帮手的秘密行动，淘汰在场所有成员。淘汰成员的方式：集齐三张包含 X 王鹤棣的卡牌。我刚才把那张给扔了，得亏我有三张。然后前往三楼的 X 兑换处，三楼兑换淘汰对手的道具手套。你手套？穿戴手套是你？是你？是你？是你的？是一个破折号，是个杠。姚一天一手套。我就是 X 的助手，戴着一手套的 X 助手。你先走。让我看一眼，大概知道一个信息吧。你都看到我的牌了，真没用。我看一眼。那
out。你先把这二星给我，我带你去找三星。我知道在哪。OK。谁把晨哥淘汰了？什么情况？谁？我找周深，然后找沙哥。你去那边，你去那边。沙哥，我从头到尾没看到过他不在。一崽们。我戴着一一手套呢，他们连一张在握的卡牌都没有。我或者再找一张陆游一星卡也可以。跟上他们俩，我走吧。只有四层吗？没别的地方了，只有四层。C 在那儿。B 在那儿，去吧。一人 B 在五楼。行。哎，那是吗？哎，那是吗？王可弟出现啦！对，那就是周深。抓他去吧，搜搜。我在这边，我从这边。行。王可弟。我知道你是谁，我们出去，不要在这，不要在这，我们出去。你先放手，你先放手，我们先在那去。你们两个站，只能一个死一个。哎，搜搜他，哎，搜搜他。我应该继续躲着。那老头呢？看见了，我找不上，知道，没找着影视，我操，真的厉害厉害，联手了你们俩是不是？在哪儿？我就听着一个个的被你们俩都给 out 了，厉害厉害，玩的三个啊。
吓我一跳，吓死我了！一二三，李晨的一颗星，两颗星，三颗星，厉害厉害！哥，你名牌哪儿穿的？名牌在的。名牌在吗？在。反着穿的呀？厉害厉害，确实佩服。你这玩了一个金蝉脱壳，真是没找着你，今天一晚上都没找着你。三二一，啦啦啦！赵太阳，赵太阳，啦啦啦！赵太阳，啦啦啦！赵太阳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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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赵太阳，我这次来就想保护好自己。因为上次过来，那个水球留了挺大的阴影。虽然我不想看到总有人在我旁边晃。龙影镇，山城大排档，该不会是这儿吧？这有个灯。嗯。哈哈哈。为什么还少一个人？谁呀？陈卓远。对呀。拍小片儿，拍小片儿。嗯，我的手上沾到了，我需要找一个洗手间。哎呀，卧底，你不用下来了。你这个小片是电影级别的，是吧？陈卓远，你把你里面的夜行衣脱了，我都看见了，里面的速干的。五个人里，除了我，还有另外一个是好人。你可拉倒！你别说话。你最晚下来，你现在权力最大，别说话了。你一看瘦成这样就夜行了，你。熬夜，熬夜，熬夜。斗智斗勇的第一局挑战，请准备，任意说出省会的名字。省会的名字。成都。北京算吗？直辖市不算吧？是算吧，算吧。北京，北京。合肥。上海。贵阳。济南，乌鲁木齐，四四，打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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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旺窝，哎呦，我旺窝，哎呦，四四，陈志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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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打起来，打起来，好看，好看，衣服，有关系，撕衣服了，陈志远，陈志远，撕。哎，小心，小心，腿哥，腿哥。你干嘛？你先去吧，回来，回来，回来。要扶不？要扶不？没事。哎，你名牌都被这，这手指头。这两个坏人太激进了。啊、请听题，请说出 A B A B 句式的词语。A B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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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舒服舒服。哦，可以。彼此彼此。休息休息。哎呦。乐呵乐呵，歇会儿歇会儿，歇会儿歇会儿。你那是六个字，六个字，六个字。歇会儿，歇会儿。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换一个，换一个。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好吧。正确，这也算。帮他，张震元帮陈卓远。哇，这两个人开始在风向，绝对有问题。消停，消停。那我走吧走吧也可以吧？可以啊，高兴高兴，说了吗？没说吧？三二一，陈卓远仪表忠心，你们三四名牌开始了，起来！哎呀，
白鹿，快点！沙溢，我公平啊！不公平！沙哥绝对是大坏蛋。两位的题目是逛三元。啊，动物园里有什么？猴子。大象。河马。犀牛。羊，山羊。长颈鹿。老虎。大黑牛。狮子。熊猫。蛇。蚂蚁。蚂蚁。手换手。那个很多孔雀。错了错了，节奏错了。李晨 out。 哇，噜噜，你俩谁赢都可以，好人嘛。我来。开撕开撕。我哎呦快快请下远，快快请下远，啊哈哈，干什么？大家也说从来没有撕过名牌。陈哲远 out。请说出陈哲远的优点。那很难呐、啊。学会了吧？其实是这个意思。你看他已经跃跃欲试了。他每次来都没撕、啊。要不你俩撕一下吧？可以啊。来来来来来。真来呀、啊！你俩来一把。导演，我们送一段表演给你。我看陈哲远在旁边鼓了半天了。来吧，弟弟。来吧，张真源，把师傅教你的那几招都给我用上。跳丝，这是拳击还是撕名牌啊？什么呀？打起来，打起来！找时机啊！抓手，抓手，抓手！抄手，抄手！跳跳！哇！跳跳！哇！帅到，哇，真的帅！差一点点，哲远也摸到零点一秒。这一段剪掉，不要播，谢谢。你就验一个你觉得最坏的人。为什么还少一个人？陈哲远呢？陈哲远今天绝对有身份，卧底中的卧底，卧底之王。我查陈哲远的吧。好，那么现在请张若楠和陈哲远一起前往屏风进行查验。这儿我开了，你看，哎，这都不用看就是好的。不好的，我是两个都是好的。张若楠，如果你要是查到这黑的，赶紧尖叫！你在说什么？什么表情啊，若楠，你这是？你先跟我分享一下呗。啥呀？你跟我都不能分享。不能说啊。能说呀，可以分享。你可以选择你相信的人分享。你这样，你私下分享好不好？他是好人。你只能验一瓶。因为他还有一瓶上面的壳上面就是有粉色。哎，这都不用看就是好的。啊，就是我那两瓶东西有一瓶上面有一点粉色。然后另外一瓶是没有东西的，他就看了那个没有东西的。不一定，你不能拿这个来算，你不能按外部的东西。两个有可能都是拿粉泡那个才会变色，跟那粉没关系。目前来看他是好人。这有一个，还有三个和夜行人勾结，用毒药替换了营养液的人。且其中有一个人将两瓶营养液都换成了毒药。我感觉沙哥特别像那两个毒的。那个哲远，你站直吧，咱别躬身。来，三二一，一，好，无人对视。
低头。你怎么了？他神经元一直在笑。你怎么了？你一直在这笑。我刚那个眼神都很难看到。你来看我吧，完全没看到。大家把你们的这个事迹放到我们。三二一之后就是3、2、1的时候。来，准备啊！3、2、1。陈主任，你在干什么？你在干嘛？斜眼儿。那不要这样看，那不要这样。你演了这么多的偶像剧，刚才有一瞬间，我感觉很猥琐，哥们儿。可以了啊！3、2、1。啊！一。啊！一。啊！来吧，你为什么要看我呀，哥？你为什么要看我？下一组你们俩。行，走吧。来吧，狠话。来吧。从前的人不得虚，你莫叫，一叫我就让你受不了。哎，我这儿有信息提供啊，我有狠话提供。啥东西？我这一棒子下去，让你退出时代少年团。范丞丞说的。来，然后张震元说：“正合我意。”张震元说：“我要 solo 了。”这样说：“丽飞，我走了。”送张震元上热搜。不关我们事儿，不关我们事儿。有一天给我发的剧本在我兜里。好，来。哎呦。哎呦，发型白做了哟。能帮我撑一下这儿？我天哪！我天哪！我天哪，感觉好像戴上跟摘下来没什么区别，卓远。他好像长在你脸上一样。你刚才也是这么笑的，卓远。好，我们从陈哲远先开始啊。哎，好呆呀，这两个人。哎，得一分，继续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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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恭喜陈哲远胜出，得3分。我啥都没打呢。更没参与感的人来了。觉得张真源是好的坏的？他是好的呀。他是好的呀。他是好的，所以他不敢放着。那我不进，我看一下。那范丞丞也是好的。范丞丞手里有那个花。那我们三个是坏的。你是不是坏的？你是坏的，如果我们都是坏的，我们也没必要装。对啊。是咱仨的，是咱仨的，反正有我，必须应该他插进去的。就你是吧？是吧？啊，那你应该是白鹿，你赶紧跟他认。我知道，我知道什么。去。妈都进了。这次都进了，那都进我们就不用进了。说一下吧，范丞丞，你放的什么？我放营养液。你呢？我放的营养液那花吗？你呢？放的水。你呢？我也放的水。你也放的水？嗯。那应该两瓶水啊。你俩都说自己放的水，那应该是两瓶水啊。那我放的是营养液。什么你玩意儿？刚才你说你放的是水，你现在放的是营养液。
我就是个坏人，我就是个坏人。明牌了，我放的营养液测出来了，与其不太可信。如果顺利的话，我们这把本来应该开三朵黑花出来。啊，三朵黑花。不对，你为什么要放水？我营养液啊，跟你说了。你在放啊？你看这把，你放的营养液，我放的营养液。啊，我放的是营养液。你放营养液，那你毒帮我毒范丞丞啊？他有可能，他有可能是，他有可能是夹在我们中间。差不多。你为什么信他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信他呀？因为你确实经常比他容易耍小花招。我要倒的是营养液，因为范丞丞他的水用完了，如果顺利的话，与其也是坏的话，就会得三朵黑花。先把这个标志藏起来。这个漏啊，完了，我的手上沾到了，我要把这个洗干净。OK， 我要去毁灭证据，藏起来。这个毒药的味道跟刚刚那个药不一样，所以他们挺容易分辨的，其实。我现在就是为什么我进来，是因为我要让沙哥信任我是坏的。这次我进去之后，你俩可以把报的好的给我。其实我是不能投营养液的，因为首先前面程程的水已经出现过了。总部为大家每人准备了一瓶清水。所以他这盘他又投了，已经里面有一瓶营养液了。其实我可以一种方法是我投营养液，我就是赢得沙哥的信任，但是我们现在局势很不利，所以我不能冒这个风险，我必须投水。出来之后呢，如果沙哥问我，那我就可以说我投的是营养液，然后我可以把这个脏水转给这两个。接下来由张若楠指定下一位开启木花式的成员是谁？白露，这样的话他们是先出牌，我们俩可以后出牌，因为我比较相信。我们俩，如果你们都不去，我俩去了，看看能不能中两红。你确定啊？张若楠的选择是白露。没事，过来一起聊。过来一起来，来商量吗？啊，我听听，我听听，来。咋的？你名牌了，白露？我听，我听，说。他是不是？我是，说。啊，是。说。来，我们上这边来。来说，我听听你们什么打算来。他们坏人可以名牌了，白露、张真源、沙溢和陈哲远。白露把红也交了，对，张真源现在还有一红。现在我是没有毒了，我是没毒，你有毒吗？还有另外一个队友没有，没毒了。嗯，我这有毒交完了，他还有毒。你对啊，完了然后。哲远，听我说，说。你进去投一个坏的，相信我，真源再投一个好的，他是我们队友。下一把直接让我开车，我用我的技能带上范丞丞，然后我投一个坏票，他必须要投。没错，这就是我们的战术。啊，大胆的放，大胆的放。今天我们玩的还可以，主要是沙哥带头带的好。哎，是咱们共同的努力。原来你是那个坏人。天哪，若楠姐，坏人都猜不出来是他。若楠姐，坐这儿来吧，若楠。他太能忍了，而且他把牌都留着。美丽的花朵都是带刺的。我告诉你啊，百花露在范丞这儿，范丞还剩一瓶了，就是百花露，他进去就毒他。双赢是吧？好结果。请本轮木花仪式的护花使者开启木花之门，本轮怀表技能
发号施令，指定任何一名什么必须浇灌。那我们完胜啊！哲远，你就点范丞丞进去，百花路在范丞丞这儿。来吧，丞丞，走吧，按我们原计划啊。我投毒 ，bad bad， 投毒啊，投毒。这一把好的投了，我投一个坏的，就赢了。我们应该要赢了。因为陈哲远使用了技能，所以程程必须进入木花室。你直接把金块放了吧。对。他就剩一个，他也没有选择呀。该不会是金色的那个吧？因为百花露非常稀缺，仅此一罐，一旦被污染或漏洒，我们的木花礼将无法完成。百花露在范丞丞这儿，范丞还剩一瓶了，就是百花露，他进去就毒他。难得给我一次身份，哥不仅要赢，还得赢得彻底。对不起，日行者们，没有为你们赢得胜利。木花仪式结束，本轮的结果是，如果毒药和百花露在同一回合被浇灌，那么也是长出一朵金色的花。你去吧，程程。啊，程程，程程，你这还没出马呢，快去。程程六亲不认，来。我有点害怕他。我去，但是压迫感太强了。太猛了。好，准备。怎么都跑啊？不是，我一个两胎的妈妈，手无缚鸡之力。你都把大牛给耕地了，你还？你看这气场，这压到哪儿来了？上上，哎呦化解，哎呦化解，张先救我，张先，张先，冲啊程程哥冲！小心小心，哎呀妈呀妈呀妈呀，哎呀妈呀妈呀，哎呀哎呀，上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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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套他，给我套他，给我套他，快跑，给我套他，给我套他，啊啊，救命啊啊啊，救命啊，给我套他，范丞丞套上了。Sorry。妈呀！哇塞！还好我跟姐一对。等会儿还有谁？吴正和，我是废物，不用管。戴玉金干啥呀？他有活儿。完了，范丞丞玩大的了，我跟你说，他玩大的了，小心范丞丞，你谁呀？我谁？我是道具组的。把圈套在我心上，请出歌。离范丞丞远一点。怎么还拿脚？
冲冲！冲冲冲！加油！冲冲冲！形象跟上次一模一样。来来来，坐来两个，坐来两个。看见爸爸的幽默。原因重现。对。别跑，魏成军！别跑，魏成军！不玩了！你别想把你金锁弄了！谁也别好！谁也别好！你把这头发弄走！走！好样，靠大的，雨琦，来，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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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快到，快到，快到，哎，那个，快到，快到，啊，拿走这个，拿走，拿走，给，有两个是两个，长征，套着抱住，最后三十秒。没有时间了，拦住，上，上，上啊！哎呦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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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！快，没有时间了，拦住，长哥，救命！保住，长哥，哎呀！松开！长哥，
不行，杀！守住，守住，守住，守住！这次我们输得很彻底。怎么我吃了口泥？有吃我以为是。他们把我脸往泥里面了，你们太坏了。你们什么时候把宋小宝请来了？太可怕了，范丞丞。子初，线索大概长什么样呢？长什么样子啊？仔细一点，严谨一点。吓我一跳！吓死我了！线索大概长什么样呢？我找着一个。你在哪儿找的？不这儿呢吗？啊！无语。魏大勋，就是魏大勋。魏大勋，最后一件 ，yellow， blue， 所以我是 yellow 的。魏大勋是队友。所以我是 yellow 的。啥意思啊？我感觉你要撕我。不是，保护我，保护我。我噎完你了，你是黄老板。是。我是黄老板。啊。我是黄老板。我就是 yellow 艺术公司的老板范丞丞。保护好我啊。那当然了，臣愿意为你效劳。快给我找线索。没有线索了哥。干嘛呢？我这房子在这儿，自己在这儿找线索。我就是保护你的后背，我别的不干。王自己在这儿，我就陪你 talk， 给你解闷儿。我咱们先去找凯哥，咱仨先集合。妈，凯哥也是啊，凯哥也是黄牛票。凯哥，凯哥不是，共享个信息啊，咱们都 是，你别跑，你别跑，咱们都是黄队，咱们都是黄队，范丞丞是老板，范丞丞是老板，他是老板，你是黄吗？我真是，你怎么证明、啊？咱仨是一伙的，你怎么证明啊？你没法证明你是老板。我都跟他走了好长时间了，我那你怎么能保证他是老板呢？他也没撕我呀，这么长时间。妈，这笨队友。阿勋啊，还是太久没来了吧？你反正你先自由活动吧。那就上去干吧。可是你们怎么能知道他是黄队的呢？他给我共享信息啊。怎么共享的信息啊？他把这俩都是他找的。啊？因为他撕了白鹿，我就知道他是黄的了。我是黄的。你真是黄的。我为什么？我都确定他铁黄，为什么给他分享这个？咱们就差一个队友没找着了，能不能先把晨哥给撕了？不管怎么样，就是无论怎么样，晨哥现在看就咱们这个阵容，他不可能在我们队，不可能。那也是，撕错了也行，先把晨哥给撕了，你去撕，我去撕他。你女孩，我怎么能撕他呀？就轻轻走后面，你悄悄的，你他不知道你身份，你别跟我们在一块儿，你就出去撕了，要不然咱们没法玩。走走走走。真好，有一群子民为我着想。去吧，准备备战吧。来了来了来了！逃命，快下楼！快快快，快等会儿！下楼！二楼。好狼狈，好狼狈的黄队。狼狈。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跑？这是逃狗。都看着我，看着我们下来了。老板保护好就行了。我是老板，我是老板，保护好我。你是老板？我是老板，我真是老板。你真的是？我真是老板。你跑吧，你跑吧，承认你就跑就行了。那你要跑啊！
好，你们先打着，你就跑，你就走了。你保护好你自己，怎么撕？咱们就四个跟他们三个打，要么就跑，要么就打。对。可是有陈哥。那走吧，那走吧，走。你找人跑一圈，那走吧，跑一圈，快起来，我们。你看，我就跟你说，别信他。对不起，卧底他是。你说你愿意信他？就他相信他了。你真要背大锅？他给了我所有的信息。是你相信他吗？你们也相信了。我相信的是你。凯哥，凯哥，凯哥。哎，我跟你是一个队的。你跟我是一队的？你们怎么知道他是黄队呢？他信了，他给我共享信息了。怎么共享的信息啊？他把这俩都是他找的啊？因为他撕了白鹿，我就知道他是黄的了。我是黄的。郑凯还说你还是来跑男来太少。宋雨琦呀，我心有不甘啊。你真是黄的吗？我都确认他铁黄，为什么给他分享这个？那咱们就差一个队友没找着了。你也是上来，你就跟他说，就是我是队长，我就搁那吆喝吆喝，都怪我了。咱们都是黄队，范丞丞是老板，丞丞是老板，是我认可的老板，那丞丞肯定是我老板。我是老板，我是老板，保护好我。你是老板？我是老板，我真是老板。你真的是？我真是老板。又是宋雨琦，我已经跌在这个女人的石榴裙下50次了。这样，咱时光倒流一下，再玩一次。现在我们重新定一下，他现在演他是黄老板，然后他告诉我他是黄老板，然后我说我是黄老板了。然后你现在马上要撕到我时，我一个大逆子我给你回去了。刚才我跑，他把我撕了。对，然后把他抓住了。要把抓住，你是卧底。带走大悲的鹿茸，改变了一个人。我们这个创造力还是可以。还有一个，哎，真的。沙在哪儿来着？沙这儿。对，沙。然后儿在哪儿呢？儿。沙儿。对，傻儿。流水它带走戴维的沙儿，改变了一个人。傻儿子，大卫谁这么惨啊？戴维有点惨了。不妙。陆姐，怎么定吧？快给我们定，我们就出去撕了。星辰啊，星辰。沉吗？星辰，星辰可以啊。日月星辰要沉吗？沉可以啊。沉要沉吗？李沉要吗？还是沙溢还是李沉？要沉吗？要真的有吗？要不一定有，但你可以要啊。可以最后方案。我始终带着你爱的语速。语速可以啊，有喜欢的语速不一样吗？嗯，然后呢？是不是可以？一路上寻找我遗失的。我遗失的，我遗失的傻笑，可以啊。反正傻笑肯定是一个了，一个沙溢，一个陈小平，嗯，对吧？羽翼，羽翼也可以。我始终带着你爱的羽翼，一路上寻找我遗失的傻笑，这还好一点。但是翼得用两次，沙哥得用两次，最好还是避开。其他两次也不是那么难。结果出去咱半个小时一个也没拿到。太不自信了吧！我们要有点年轻。平平被他们拿下。热身队，郑小平热身的，身热开开的。一会儿你是主力，主司。对。哎呦！来了。去找他们平换。沙溢。来了。他不是来送我们的吧？平换！我要沙溢的和左儿的，换我跟谁的？你们选。换不换？有人伤了，太惨了，转身就被撕了。别，大勋，大勋，我去，场面十分激烈。小青别跑，小青。
我看错了，过来过来，给我给我，再给我给我给我。那我还能撕吗？你要回去贴了再撕。啊，我要回去。把沙哥撕掉了，沙还是意？傻笑，傻笑吗？那就傻，先换傻。一会儿他要再能撕着，再换一个。啊，傻，撕到谁的了？换来的，还能换呀？我的天哪！不行，我要用的吗？给你，可以用，可以，我也可以用你的。那换吧，信任感啊，信任啊，信任。星，星辰，李晨的晨。心语时间。宋雨琦。哎呀，这俩不能撕。运气不让撕了。宋雨琦，我给你换一张行不？我拿我的给你换一张。你没撕呢，我跟你换。对，换吗？跟谁换？我俩换。咱俩直接撕他不得了吗？为什么要换？哎，咱俩直接撕他不得了吗？行，你要走了，走了。有了。哎呀，好用的，好用的来了，好用的来了。不，你要可以撕他，我回去，我回去。好，我。陆姐，快找小陈哥。陆姐，啊，快点。看陈，你来吧。我来。不要虐待他！把那个挣开，挣开！不要虐待他！好累啊！有用！给你换！哎，干你死吧！哎，这样的，你骑的。哎，陈哥拿到了。我已经骑了。哎，这样的，宋雨琦，希尔，我换他的行吗？可以。妈呀，我这名字太抢手了吧！你是不是还得再撕一遍沙溢的？沙，哦对，沙溢哥。好。谁的？大兴哥的。齐了。我撕了个雨琦的，大卫的妻儿。好，恭喜蓝队任务完成。这雨琦的名牌已经，这多激烈呀！没有开啥呀？仪式的傻笑，征星，荣征，祖征，祖星，征荣，星祖，星族，姓族，真儿，星儿，对，星儿。我们队成功了，现在带着这些情感回到终点。太合理了，这太好了，这多合理呀、啊！来吧，大勋哥吧，哥贴这个，贴哪里？贴哥。三二一，开！欢迎光临！哎，兄弟啊，来贴个一。我们队得分是105分，恭喜！你挺厉害呀、啊，你太厉害了你！
么远，你就看高度就好了。你们醒醒，干嘛呢？三个没有飞过的人，身体挺直，往后仰就可以了啊，放松哦。他们是真紧张。范丞丞已经不在了，害怕，害怕。三，深深往后，快点吧，快点吧。谁的姿势那么不标准？好，来，准备。鞋都掉了，你的鞋，还好吧？还好啊。其实你一下去就站起来就好了。快乐吗？快乐。舒服吗？太可怕了。太精彩了。好看，好看，好看。我再也不想感受这个了。太可怕了，是不是挺刺激的？不刺激，太可怕了。太可怕了，挺爽的，我觉得不爽。咱要不要一个人多玩两回，完再换人？先可一个人造，可一个人造。那你还擦啥呀？你马上就下去了，你还擦啥呀？爽了不，大兴哥？来吧，没事了。啊，整习惯了，整习惯了。这回这舒服了啊，整舒服了，舒服了。后边已经习惯了，现在不下去还难受呢。对，我现在在这在太热。蓝队醒醒，你们两个人。也答了，没对呀、啊。飞吧，大兴哥。蓝队，海底捞月，哇，海底捞月，正确、啊，海底捞啊，哇，这个叫硬核啊。蓝队，这什么歌？他说的什么语？我想不起来。继续。快点！半白鹿都把嘴唇咬上了。快点吧！我一会儿可监督了啊！我告诉你们。问啥申哥？你不要有压迫感。不，咱们不一起吗？刚刚都一起。请唱出不许通气啊！李荣浩的一首歌。不许通气，不许说话，不许说话。这样也我不习惯，这样也我不习惯，没有你我怎么办？再面临一个礼拜。我觉得这商量，商量没商量，没商量，商量了，听见了。李荣浩的一首歌。等会儿，不许通气，不许说话。得一分还不行啊？因为我们这边已经破罐破摔了，我们必须得严格了。听我的，戒烟，咱们所有的人公公平平的坐在这看着姚一天。我们要不喊个三二一，你们来一起。三二一，大家同时一起唱。就这样看着姚一天，好吧，来。这样谁能赢就出轨了，我跟你说。
来吧，请唱出张韶涵的一首歌。一心一道光，看哪，一心一道光，看哪。一心一道光。那么我唱的隐形的翅膀，哎，我应该唱隐形的翅膀。请唱出莫文蔚的一首歌。今天在不开灯的房间，张震岳没动嘴。这是张震岳的房间，张震岳没听过。张震岳，你知道莫文蔚是谁吗？张震岳，我怎么不知道？哦，那这是什么歌？阴天，我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。回答错误，请唱出。这什么意思？周杰伦的一首歌。3 2 1，窗外的麻雀，你是个上多嘴，你说这一切商量过了，这不算，商量过了，商量过了，商量过了，你也觉得商量了吗？肯定商量了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没可能，哎。那我觉得现在直接见林俊杰，这肯定商量。这个有一天回去看反送，绝对没说。请唱出周杰伦的一首歌。窗外的大麻雀，这必须算了，这必须算了，这个算正确，你这个是真的默契。白鹿不用下水，答对就不用下水了。我得不用下水了。来来来，看你们能答对不能答对。来，我那个我就在这站着。来，镜头别给挡上啊！别挡，别挡我们小婷镜头啊！请唱出梁静茹的一首歌。我永远微笑，永远被雨打下。下一题，下一题，下一题，下一题。唱的什么？我唱的是勇，我唱的是勇气。你唱的什么？勇气，流言蜚语。我永远微笑，永远被雨打下。谁给你的勇气唱勇气？他也唱的勇气。下一题，下一题，请唱出蔡依林的一首歌。我呸，我呸，呸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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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萧敬腾的一首歌。我的王妃，我要霸占全城。我的王妃，我要霸占全城。放弃了，锤哥已经放弃了。有个歌手叫萧敬腾啊，叫萧敬腾，哪儿疼？萧敬腾，哪儿疼？阳光的风球飞。这会儿我会了。我们这个我歌曲稍微对我们好一点。你们这组太难判断了，只能叫。不知道。你们这个组跨了50年。我觉得这首歌你们一定可以啊。来，请唱出今天你要嫁给我的一句。好简单啊。今天你要嫁给我啦。我是在下班。今天你要嫁给我啦。今天你要嫁给我，听我说，手牵手跟我一起走。为什么还能这么唱错都唱得那么齐？还有我对的，今天你要嫁给我，今天你要嫁给我啦。我们就这么唱，我们戏的调就是这样。他那是啥歌呀？明天。你记错日子了，那不是今天，那是明天。你把日子都搞错了，还结婚呢，真的是。来吧，我们下一题啊，请唱出小情歌的一句。等，锤哥听过没？这是一首情歌。我想不起来了。把队友玩疯了。你平常都在听什么啊？
这首歌确实没想起来。哎，你给他们出了一那首网络歌曲，我来出，我来出题。别别，咋还出？不，回去怎么出题都换人了？你真想当下一季导演是不是？咱们这个节目也得有一点创新，新的歌曲元素进来吧。啊，我相信姚一田有自己的想法。你翻吧，陆姐。我翻，我手气真的很差。那你翻吧，你先翻十吧。那你先翻十吧，陆姐。先翻十。还是想先翻百都行，听你的。百给我压力有点大了吧？反正我是最后一个翻嘛，因为上把我翻的不好。我翻百。是吗？可以。没事，有变成二百五的机会。我要当二百五，我来了。五十二，五十二，五十二，二百五，多好！第一次这么开心当二百五，可以可以，二百五也可以了。我来个这个，太符合我的人设了，说唱老太。我们的歌，我们要写一首 diss 跑男的说唱，真的吗？好有意思、啊。好啊 ，diss 他能听懂吗？妈呀，你太看不起 A 呀！怎么样，这个风格怎么样？一下给你话题度拉满，回国首秀 diss 跑男。天哪，标题都有，我都给你想明白了。歌安太好了，我就是说唱老太，我是说唱老牛。结果他又回一个，你们三个可以下班了。哦，跑男，你们听着，今天我要来 diss， 整天耍宝搞怪，你们真的没救了。这太狠了！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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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吗？真的。那你就做一首这种李晨是说唱之神，怎么样？或者再换一个主题，就大水牛，大大水牛，大水牛，大大水牛，大水牛，大，我是大水牛。你说你害怕我，我都给你想出来了。你到底哪里大？啊？真是大水牛，就这个了，大水牛，声壮又威武，草原上的霸主不能及。我有主打歌了，春泥之后，这首歌你真的能给自己用吗？真假的？大水牛，大水牛，大，咱太期待这首歌了，我天哪！好，就这么先做一个试试，大水牛之歌啊，然后往下那个拉一下，它有一个风格嘛，风格嘻哈 rap， 然后嘻哈 rap， OK， 好，生成来了，在下面听听。这不太嗨呀、啊，这个全是牛啊。没有刚才这个好听，我觉得。我想再加一个，比如说。别着急，你先试一下。暗黑风格 ，dark。广东话。我觉得这不错。我都想好咱们的 MV 就。就这个，你就拿这 T 吧，怎么样？能 T 吗？老实说，从业那么多年，没见过如此刁钻的作品。没事的，我可以帮你们替换成中文，但是要花点时间。没事，这首歌如果要是在咱们节目火了，我去拿到说唱节目去，我去拿他演总决赛。大水牛，大水牛，大水牛，耶耶！绝对这个创意他们肯定想不到。我想下班。我想下班，我想下班 ，OK， 也可以，好，非常好，这就非常典型的一首好音乐嘛。东北哥们儿想下班，以我录制奔跑吧，太累了。我不想为姚一天做牛做马。嗯 ，OK， 可以啊。姚一天做牛做马。姚一
姚一天啊，你的要求太高，我只想找到一片宁静，不想再做你的牛和马。哎，这好啊，只想找回自己的时光。奔跑吧，太累了，我不想再为你奔忙。我心中的火已熄灭，眼中的光也暗淡，我只想下班回到属于我的地方。这词儿写的，这词儿多好呀！可以啊，就这个吧。就这个，这不错。嗯，这不错。先听个电子吧，带来个舞曲一会儿。好期待啊！奔跑的疲惫。不觉奔跑，脚步不停歇。这么抒情呢？有一天呐，你的要求太高。换一个呢？你看右边那个呢？太伤感了。你刚才说是要换成什么舞曲？舞曲。这就有点那意思了。如果我是 DJ， 听着这奔跑吧，太累了，我不想再为你付出。下班的钟声何时敲响？哎，我觉得还行，还可以，这不难听。你听旁边那个。有一天，你不希望太高，我已无法再满足。这不是摇吗？这不错，这不错，这不错。可以吧，就这个吧，别让他们都听，别让他们都听到了。挺有感觉，好，可以。这个歌曲，我跟你说炸了。音乐响一响，我俩就先在那撕名牌，然后我俩就把姚一天拉上来，咱们给他身上套东西，可以啊，玩一些比较经典的游戏，最后掏出个棒子，对姚一天，让他经历一下指压板，完给他套这个，他能高兴吗？不可能，你可能下一季就来不了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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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， 然后呢？不是你就是姚一天，然后我不要，我不要，坐坐，干嘛？套套，你们好烦啊！套，我套了、哦，然后就放歌了，这手脚。可以很完整的奏琴。反正我们裙子吧。然后你转转一圈，我转一圈，然后搭我肩，你搭我肩，我再搭他肩，然后一扭胯。接下来要为大家进行歌曲展示的是魏大勋 Studio。 怎么的还施上苦肉计了，把指压板整来了。我们这是个很走心的那个一首歌哈。我们这里边最重要的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总导演叫姚一天。姚一天你们知道吧，他在我们这首歌里面起了一个就是核心人物，也是希望就这首歌的幽默观众是能懂得的。打动大家，来吧来吧。我只想下班回到属于我的地方。奔跑吧，太累了，我不想再为你付出。下班的钟声
何时敲响，让我逃离这束缚。想一点爱你的期望太高，我已无法再满足。无法再满足。给你的认可，这是给你的认可。谢谢谢谢，这一组零分，这一组零分。好，零分，这都是效果吗？你还真魏大勋可以不用飞行了。确实确实确实，我俩还是得尝试。请同学们公平公正的评判就好。